弟兄姐妹平安，很感谢神今天在主日子我又可以来敬拜他。如果您在过去这几天有和我一起来敬拜神，和我一起来参加陈长老的布道会，你会发现这几首歌很像，它很像。那我希望呢，大家可能对这几首歌非常的熟悉，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一个邀请。我们在我们首先这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只是唱出它的歌词，而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，我们一起的来去思想，并且更加的亲近神。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来开始我们的敬拜。生命也灭灭万物
我在宝座上升，我
在高山或在低谷，无论在世界或在逆境，无论我的经历是什么，不单单是在顺境的时候用全人回应他，不单在逆境的时候用生命回应他，我知道无论在什么处境，我都能够来到他的里面，享受他的安息。在橄榄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在荒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再不归回安息，得力再不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影展翅长腾。在橄榄水之地，我渴慕你。在荒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。得救在乎回归爱心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等候你，如影展翅长腾。向往，但我却忘记来到你的面前支取力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就还是你的心能够归回到你里面，让生命能够在你里面扎根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连结。也求你使我们安坐在溪水边，使我们按时结果子，使我们夜不孤单。让我们凡事我们所行的都蒙你的福。主，感谢你再次将一切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在你当侍奉了，就求你将今天让我们学习如何将这里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，然后怎么样子借由我的敬拜，借由我的诗歌，借由我的祷告，
来与你有更深灵里的交通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这个地方不单单只是一个建筑的教堂，却是敬拜的殿、祷告的殿，是你荣耀的殿。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，这样感谢祷告，奉